奇的事情发生呢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这个家的小主人有很多不同材质的小珠子，在小主人睡着的时候，小珠子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？你们最近都做什么有趣的事儿了？说一说。我跟我的小主人刚参加了一场创意大赛，小主人带我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装饰品，是一棵小树，远远看起来像会发光的。哇，那你好厉害！我每天在家都是跟绳子作伴呢，不是穿项链就是穿手链，到现在还没有出去过呢。你好像最近都不在，去做什么了？朋友们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，我可能很快就要搬家了。搬家？搬去哪里呀？看到没？那边的大盒子，我很快就要去那儿了。那不是小主人最宝贝的魔法箱子吗？里面的小伙伴都是可以用来变魔术的。是呀，小主人最近在用我练习新魔术，很快我就要过去了。那你要记得回来看我们呀。放心吧，嘿嘿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爱变魔术，我是大魔术师绿泡泡。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两位可爱的小朋友，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。小嘉宾李瑞怡今年6岁，小嘉宾王一凡今年6岁。欢迎来到魔法世界，啦啦啦啦啦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，欢迎两位。哎，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神奇的魔术。哇，好，大家看好了，在我这儿呢有两根绳子，什么颜色呀？红色的绳子，上面呢穿着3个珠子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请小咕咚和小朋友和我一起先来试一试啊。这里同样给你们准备了很多红色的绳子，我们
每人两根。好，谢谢。一会儿大家只要跟我一起做就行了。好，在这里呢，如果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家里也有这些简单的材料，不妨拿出来，我们一起来试一试。首先准备两根绳子，往上面呢穿上三个小珠子。好，请开始。注意，两个绳子要把它们放在一起，对，一起，然后呢从这个小洞洞里穿过去，也就是说把三颗珠子要穿在两根绳子上啊。好，没关系，如果只穿上了两颗也是可以的啊。看，现在呢我要往我的这两根绳子上再穿一个珠子啊。小朋友呢，你们可以不用穿了啊，接下来只要跟我一起来做就行了。好，现在我的这两根绳子上有几个珠子啊？4颗。有4颗珠子了啊。现在我们拿起其中任意的两个绳子，把它在一起打一个结，像我这样。好，打一个结以后，然后用手握住，握住，把这个珠子握在手里。好的，现在我们要做的很简单，把这个两根绳子四头露出来的这个4段分别用力的拽一拽。哎，好，再来拽一拽这个。哇，系得越来越紧了。好，再来拽拽这个。哎，再拽拽这个。哎，好，现在请小朋友们把你们的手打开看一看，这个小珠子还在上面吗？还在上面。好，最后我要把我的手打开了，小朋友们仔细看，和我一起数三个数，1、2、3，噔噔噔噔。啊！哇，怎么样？我这两根绳子上一共有4颗珠子，全部都神奇的逃脱了，赶快为我鼓掌吧！哇，太神奇了！哎，那小朋友们想不想学这个魔术呢？想。好，那就让我们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魔香乌拉拉，让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所需要的材料。让我们一起说，魔香魔香乌拉拉，我是魔香乌拉拉，我有神奇的魔法，材料都在这里拿，睁大眼睛。今天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珠子和绳子。欢迎回来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来教大家变这个神奇的逃脱魔术啊。刚才呢，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纳闷啊，小朋友们还有小咕咚和我一起来做这个魔术，为什么只有我能够成功呢？大家注意了吗？刚才我和你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？你们是现场穿的珠子，而我呢是怎么样啊？哦，提前穿好了。对，提前已经穿好了三个珠子。那我那三个珠子是怎么穿的呢？这个就非常关键了。好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也可以拿出两个绳子，我们一起来做啊。来，现场的小朋友首先拿出一根绳子对折，然后呢把一个小珠子从这里穿过去。注意，现在我们穿过去的其实就是一根绳子，对折以后啊。好，穿过去之后就是这样的，我们把它呢先放在一旁。另外一根绳子同样也是对折以后，把一个珠子从对折的地方穿过去。好，都穿好了，就是这样的啊。可以拿起来让我看一下，小朋友，哎，给我们展示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两个珠子就是分别穿过了两根绳子啊，每个绳子都是对折以后，然后呢我们把穿出来的这个部分从它这儿套过去。好，这样呢两根绳子啊就巧妙地连接在了一起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用这个其中的一个珠子把它挡上。哎，其实它们没有真正的连接在一起啊，被这个小珠子挡上以后呢，大家就看不出来了。好，
然后我们再分别在两边各穿一个小珠子。哎，这边也是。好，这个时候啊，看似这四个珠子分别都穿过了两根绳子，但其实呢，并没有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拿出任意的两端，打一个结。好，然后用手把它挡上，分别的来拽这个绳子的四个露出来的部分。其实按照我们刚才的那个方法，我们只要正常的拽下绳子，这个四个小珠子就可以自然的脱落了啊。把手打开看一看，哇，四个珠子自然的逃脱出来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魔术就完成了。来看看小咕咚和小朋友们能否完成呢？当当当当！哇，成功了！成功啦！好，我们来看一看李瑞怡小朋友，三二一，哇，也成功啦！最后是王一凡，请伸开你的手，哇，来，学会啦！一起为自己鼓鼓掌，小朋友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神奇的逃脱魔术，小朋友们都学会了，不知道小丑琪琪有没有学会呢？乌拉拉，我也学会了。第一步，在变魔术前，将两根绳子分别对折，穿入珠子，再将绳子对折的两头套在一起，藏在珠子扣中。第二步，把穿好的珠子用绳子系起来，握在手中，拽动每根绳子施魔法，打开手掌，珠子和绳子分离开，我们的魔术就完成了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子怡，我今年四岁半了，这个魔术我也学会了，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吧。大家看，这里有两根绳子，绳子上有小珠子，现在我要打个结。现在我要把它给握起来，现在我要念出我的魔法咒语，乌拉乌拉跳。哇，小珠子穿过了绳子，我的表演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小丑琪琪也学会了今天的魔术，相信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一定也都可以学会。那在场外呢，还来了一位大魔术师，大家想不想看看他的表演呢？想。好，那就让我们一起有请魔棒小天。啦啦啦啦啦啦，魔术很神奇。啦啦啦啦啦啦，魔术很容易。只要动手又动脑，只要你愿意，神奇的魔术在这里。Ready。魔术师，大魔术师，大魔术师，你能帮帮我吗？哎，涵涵，你想让大魔术师帮你什么呢？我肚子饿了，你能不能给我变一些吃的？我想吃饺子。涵涵想吃饺子是吧？我想想想想，有了，大魔术师正好发明了一个变东西的盘子，我用盘子给你变出来饺子好不好？好。看仔细了，先把它盖上，现在我要念出魔法咒语，乌拉乌拉 Q， 噔噔噔噔。大魔术师，这明明是个橘子，我要吃饺子啊。啊，呀，还真的是小橘子呀，看来大魔术师这个盘子还没有研究成功。没关系，你看大魔术师呢，这里有一碗米饭，接下来我们一起念出魔法咒语好不好？好，来吧，乌拉乌拉 Q。 哇，真的变出饺子啦，谢谢。大魔术，你们觉得神奇吗？神奇，神奇，太神奇啦！变魔术，变魔术，我爱变魔术，快来报名吧！
感谢场外的大魔术师带来的精彩表演。今天呢，我们的两位小朋友表现的都很棒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，一起来说：乌拉乌拉 Q， 我爱变魔术。请你像我这样做，我就像你这样做。请你像我这样做，我就像你这样做。拍击得洗，哇，海底旅行开始啦。哦，螃蟹螃蟹两只大钳子，哦，螃蟹螃蟹横着走走走。哦，章鱼章鱼长长八条腿，哦，章鱼章鱼一起游游游。玩起来吧。哦，螃蟹螃蟹两只大钳子，哦，螃蟹螃蟹横着走走走。哦，章鱼章鱼长长八条腿，哦，章鱼章鱼一起游游游。喜欢乒乓球啊？当然啦，我还知道好多关于乒乓球的知识呢。那你知道乒乓球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奥运会上的吗？乒乓球比赛这么好看，在奥运会刚举办的时候就有乒乓球比赛了吧？1896年，第一届奥运会在希腊的首都雅典举办，乒乓球并没有入选。他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是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，跟篮球、足球等其他球类运动相比，乒乓球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还是比较晚的。摩尔，乒乓球被称为我们中国的国球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是因为乒乓球是我们中国发明的吗？当然不是了，乒乓球运动是一项可以锻炼全身的运动，它没有直接的身体对抗，而且它对年龄的要求也不高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和小孩都可以用它来锻炼身体哟。对呀对呀，而且乒乓球的场地也比较简易，在室内和室外都可以玩，所以乒乓球非常适合在我们国内普及。怪不得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打乒乓球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呢，乒乓球为我们国家赢得了很多的荣誉，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由乒乓球运动员荣国团获得的。多年来，中国乒乓球队一直是以梦之队的姿态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，乒乓球项目也一直是中国代表团最为稳定的夺金项目，所以我们就把乒乓球
成为我们中国的国球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乒乓球是怎么发明的呢？乒乓球其实是一种球类运动演变而来的。是哪一种球类运动呢？让我来考考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乒乓球是哪一种球类运动演变而来的吗？我觉得乒乓球就是网球变小的样子。我觉得是羽毛球，因为乒乓球和羽毛球都是用球拍打的。哦，小朋友们太棒了！以前在欧洲，人们非常喜欢网球运动，但是打网球常常会受到场地和天气的限制，有些大学生就把网球移到了室内，室内的场地比较小，他们就把餐桌当成球台，把书堆起来当作球网，用羊皮纸做球拍，就这样在餐桌上打来打去。后来人们用空心的塑料球代替实心球，因为打球时会发出乒乓乒乓的声音，所以人们就叫它乒乓球。原来乒乓球是网球演变而来的呢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了解了什么运动呢？乒乓球。没错，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哦，千万不要错过喽。再见再见再见。再见，小朋友们来信了，我们很高兴。小朋友们来信了，我们很高兴。咕咚信箱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。咕噜咕噜，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。溜溜溜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溜溜。好的，玲玲，接下来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寄来了视频吧。嗯，好的，玲玲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大家好，我叫陆艺彤，我很喜欢荡秋千，周末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玩轮胎改造的小秋千，我好开心呀，快来跟我一起玩吧。哇、哦，太棒了。好的，小朋友们再见。